大家好，我是法国瘦子哥，今天给大家学一下三文鱼转皮。这是三文鱼鱼背到头部的最丰满的一个部位，我们先旁边修一刀，平整长度，手放上去多出来一点点。现在我们开始给它取一个宽度，刀放上去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宽度。可动的时候刀立起来一点点，挥下去，这就是它的第一片。现在我们把剩余的部分全部取一下，取它的时候我们尽量要保持它整张上鱼皮的一个完整性，这样的话我们把包出来的寿司才会更美观。这就是三文鱼转皮的一个取材作品，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。